今天呢，我们不聊血，但是啊，身为一个专业的网红呢，我们要来开箱磁力贴。大师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自古以来呢，就有所谓的穴位磁疗法。从以前就知道磁石它可以用来促进血液循环，但是呢，在开始讨论的同时，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贴这里是没有用的哦。喂，不对啊，大师，这样你不是没得混了吗？对不起，大师，我刚刚态度不好。其实呢，磁力贴也不是万能的，要贴对地方才有效哦。大师，我最近腰背使用过度，然后很酸痛，我应该要贴哪里比较好？像你呢，如果是左手臂使用过度的人呢，建议贴在疼痛的地方，轻则当日，重则七日内见效。等一下，大师，我问的是腰背酸痛。其实呢，磁力贴贴对地方也有很多保健的效果，像之前聊过的阿是穴或是像耳穴这一类的地方，不过没有治说谎的功效。贴耳穴的时候要切记，不要一次取太多穴，怕磁场会影响到脑部。哦，原来太多穴不好啊。不是大师，那磁力贴也有副作用吗？没错，特别是体内只有金属片、金属钉，特别是眼睛、颅内有铁质等异物的时候，更要小心使用。那看来我不太适合磁力贴啊，可惜了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再说谎了。大师，你今天这样讲，厂商会不会不高兴啊？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我们这一集又没有业配。